们接下来杀生吗？好啊，那我想要杀牛先生。真的好瘦，嗯，好精致。你喜欢芋头吗？还好。你喜欢芋头吗？我喜欢。赞了。一二三四五麦，他都中。你确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五麦也是频道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微风南山，然后呢，因为听说这边有厉害的吃到饱，是我们最爱的港式吃到饱，而且一个人588。哦，要吃？那所以今天计划是要看看看港式吃到饱。车哎，有点像是那种吃到饱的火锅店，有没有？真的浓类的话，就是用那个推车，好高级的感觉呢。嗯，这边还有这个现点现做菜单，好厉害啊！对，这不是业配的，是非业配的，是希望有业配的是蒸笼之外的话，要用这个点的样子。它其实好像大致上分了三种，然后第一个的话，它是偏港式那种小点心，像萝卜糕啦，或者是叉烧酥啦，然后虾肠之类的。然后再来是我还很饿这个地方，分量稍微大一点点，那可能像干拌面啊、鸡翅啊、炒饭之类的啊。还有个甜蜜时刻，就是蔡总讲最爱的甜甜。然后自助化的话，好像有饮料，还有沙拉都可以自己喝。好，那你想先吃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杀生吗？好啊，那我想要杀牛先生。我比较好奇伊丽莎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焦糖。那换我的，谢诺。浓度か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红豆很甜，很好吃。喜欢吃甜的，我有中到心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是真的很绵密，很果西安里面的果西安的感觉。哎，一点的焦糖的嘞。我觉得它的酱虽然是很甜，可是我这一只好像鸭子的皮稍微厚了一点点，所以它反而是可以把那个甜味稍微带掉一点点，反而不会到太甜。甜食这么好吃，我开始期待咸食了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来吃这个烧麦？好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超甜超香，你有知道里面的虾吗？很大只，而且很 Q 的。嗯，对，我们还要点那个叉烧包，跟那个是角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凤爪。嗨，很好吃。然后超嫩，稍微有点辣，可是它调味也很够哎。然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入味，超下嘴的。好吃，好喝。那它如果不是熟的话，这个味道好吃。嗯，就是辣跟甜，可是两个融合的很好。因为我很怕吃到很有动物的味道的东西，可是这个因为酱和重口味，所以有盖过去，我喜欢。不错哦。嗯、对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叉烧包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精致，嗯，真的，目前吃到没有什么难吃的，都很不错，对，都在水准之上。第二轮，我想吃这个麻辣烧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它肉真的好扎实，好好吃哦。其实里面的东西口感跟刚才的烧麦差不多，就加上了一个麻辣的味道，可是这个麻辣的味道很重，也很香耶。那这个中间的碗子是什么啊？牛肉碗。可是看起来里面，我先试个毒好了。看起来里面就有香菜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，我们重视。嗯，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菜菜味道，可是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因为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它有些些许真的些微的香菜味。没有香菜，更喜欢的是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那还有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呢是芋头糕。你喜欢芋头吗？还好。你喜欢芋头吗？
不喜欢。没关系，我们有没有？它超好吃呢。然后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酱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酱很加分，好好吃哦，就是火鸡化那种。嗯，我应该是最后才出现一点点吧。对，不是从一开始就来打招呼的那种。赞了。对。这是我们还一盘的什么东西啊？烧腊。哇哦。嗯。然后有叉烧啊，有鸭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。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，第一它有点稍微冷掉了，它的油全部都变一起了。然后第二是它虽然是用烤的，可是它不知道是放在自助区那边，所以它皮超的已经软掉了，就没有脆脆的感觉。可是味道上是好的。它烈茶烧嘞，很普通，但今天知道都很好吃，所以觉得这个应该是今天能最普通的一道。原来，那目前为止你的第一名是哪一个？哇，好难哦！可是可能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我们没有拍到的鸡先生，那个三兄弟里面的鸡。对，它其实鸡最好吃，那个里面的奶油吗？超好吃，它那个咸蛋黄真的咸得很够味。可是我的第一名是凤爪。哦，这个？对，这个，这想要继续吃的。我也觉得我在台湾吃到里面味道最好吃的凤爪就是那个。那我想吃那个蒸笼之外的东西呢。好啊，那我们先点点看吧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是什么？这个是韭黄鲜虾肠，那我先来粗粗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。这虾子非常非常新鲜，非常的弹，可是相对的，我觉得整体来说没什么味道，小小的可惜。不过整体来说，它的 Q 弹度还算不错。就说另外一款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是叉烧酥。你觉得我有吃过对不对？你一定有吃过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吃过。你有来啊。那个真的是很多，整个吃起来真的好好吃哦，香香。这个是最强蛋挞，是过哎。然后店员说一定要趁热的时候吃，来吃吃看吧。快点吃，快点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The assistant manager asked what's on. 它那个胶太棒了，因为它的外皮是很酥很酥的那一种，然后算很多层，它吃起来其实不寂寞不孤单，非常扎实的酥。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内馅呢，非常非常饱满，不会吃到任何空气感。然后最上面那个焦焦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香的焦香味，是整个平衡感非常的好。这个好好吃，可是我自己是喜欢很甜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奶油更甜更好吃。那感觉妮妮是喜欢这个甜度对不对？对，刚刚好的甜度。好，那最后两个我们点的是第一个是这个春卷的是，对，这个是萝卜丝，它是叫螺丝卷。行吗？啊，我错了。我一直以为它是萝卜丝卷，它是银丝卷，没有黄黄的银丝卷啊！我觉得你会喜欢很甜的，好脆好脆，这个超级脆，你现在就要吃了。干嘛用啊？我觉得啊，不会喜欢这个，你就喜欢这个。对，但是它的菇味好重哦，超菇的。讲菇菇卷，我也觉得很 OK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的咸味都很够，然后也不会到太咸，然后有点甜甜那个酱汁的味道。好吃，这个外面不是一点点脆，就是炸咕炸咕的感觉，所以里面超软。错，这个口感，哇，好好吃哦！而且因为这个都是现做的，所以每一个都可以吃到超级脆的，不是那种吃到饱那有些已经不脆的。两个人这样吃下来，价钱是1294，应该大概600块左右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刚才访问的时候，他们是说他们这个最近开始的588的活动是快闪50天哦。对，然后之后的话，他们是平日的晚上限定，所以是之后也会有这个活动，可是时间会变比较短一点点这样。真来，而且他们说开始做这个吃到饱活动之后，客人变很多很多。今天我们去的时候人很多的，我。对，还超长。对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预约再过来这样子。好，
那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？每一个时段都有的，4到6月中这样子。原来好，那今天我们给这个 D22 的评价是给 QMAN 3.5。我们要说今天的心中的第一名吗？321金先生，那两个真的很不错吃呢。对，他是我印象深刻到我真的好想为他再去吃。真的，我也是一直忘不了。然后他的饮料也很好喝。对，冻柠茶推推推推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不忘记我们无麦美食频道，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怀抱对食物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季先生，谢谢朱先生，享受每一口的瞬间，都是无比幸福。